法律新是一个基督教机构，我们提供服务给遭受家庭暴力、性侵害以及人口贩运的受害人，主要是妇女跟孩子，也有男性。好，那我们的服务都是保密的、免费的。那刚刚何牧师有提到免费住所，那就是有些人因为遭受到暴力侵害，然后他们导致无家可归，那我们有庇护所可以让他们住。那我们的电话是18779908595，求求你帮我救我。如果有需要，你身边有碰到的朋友需要帮助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同工会跟他们接洽，会提供心理辅导、法律咨询、庇护所服务，还有现在是暑假时间，我们有儿童跟青少年的服务。谢谢那个何牧师师母。来，诸位谢饭祷告。谢饭祷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就谢饭祷告哈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召聚我们在一起。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我们为活水得胜教会献上感恩祝福。我们谢谢你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认识你，在你的爱中成长，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。愿主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，保守他们的工作，保守他们的身体，保守他们的灵命，都蒙你的照，蒙你的福气保守。主啊，我们愿你的名德荣耀被高举。我们也为午餐爱宴献上感恩，感谢这些预备的弟兄姐妹们。愿你保守每一位在这当中，愿你的灵在这里运行，自由的运行，得着每一位。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